没事吧？没事。石头，快走！大明，嗨，大明，那怎么怎么着呢？大明，没得过。 你说我厉害不厉害啊？没费一枪一弹，就把鬼子的枪给缴了。我跟吴老奎他们是不是差不多啊？啊？要我爹还在啊，不是把鬼子全收拾了。我哪能跟你爹比啊？啊？你爹是八路军，我说的是五老奎他们。他们还不要我，让他们后悔去吧。 石头啊，你说啥？你咋不跟我们一起撤退呢？这多危险啊！我去河边捡石头了，回来看村里一人都没了，我还怕就躲地道里了。我知道你会回来找我。你是不是想吓死娘啊？来，给我。什么呀？名单呀！哎呦，咋了？我怕鬼子发现把名单呀房梁上了。你这是哪个房梁啊？偏屋。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别打他！你别打他！你别打他！干什么？啥名单？啥名单啊？啥名单啊？是联络员名单。吴老奎让我交给区委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行，你别打，别打他！快来！快，你赶紧！你咋的？你这不是找死吗？你，哎，是，哎呀，桂花，不就是一份名单吗？哎，哎呀！ 小鬼子又不知道那是啥东西，吴老奎他们再给你弄一份就行了。不行，我去找他跟他说去。哎呀，哎，我跟他说还不行？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事儿啊，这要命的事儿，这纪律我就我跟你说不着我。不行，我得拿回来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，你干啥去？刚杀死个日本人，你现在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你？ 你停！我一直想不行，我不停，不停也得停，也得停。你咋这么倔呢？啊！我一定要把名单给拿回来。你先别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就在这儿等，等了天黑以后再回去。我估摸着小鬼子，在咱们村不会待的时间长了。等他们走了，咱们再去拿还不行啊？那要是他们不走呢？不走，咱们就找取消队，让取消队收拾他们。那取消队都进山了。 你咋这么傻呢你？啊，那吴老奎不见，咱们过去他还不派人来找咱们呢，对不对？行，听你一回。行，快，快走走走走。行，就在这歇会儿，在这儿等。 你说，这是咋回事吗？啊，刚才还好好的，那么热闹，咋一下就成这样了？这以后的日子咋过？这日本鬼子要是不走的话，这日子没法过。哼，我去找东西弄点水去，你看着点这孩子。行。 你慢点啊。
我撒尿。就在前面撒，不许走远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。どこで発見した？クラのオラです。奴の銃は？すみません、見当たりません。ここは危険だ。直ちにここを離れる。準備をしろ。はい。はい。我没找着盛水的东西，咱去河边等吧。啊，行。石头呢？撒尿去了。啊？哎，咋还没尿完呢？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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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。又跑回去了吧？啊！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！李总，嗨嗨嗨！哦！凭咱俩，你别扯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吴老鬼一定来找我吗？肯定能来。咱俩就把鬼子给堵到村里头，只要能坚持到天黑，鬼子不敢走夜路的。哎呀，那也不行！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啊，就凭一个枪，还有你那个手榴弹，就打他们七八个人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不敢，你不敢？我没说我不敢。我干，我干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干啥呀？你把枪给我！你把枪给我！你给我！